中国塞北草原上曾经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——契丹。这个民族建立起的大辽国，雄跨长城内外，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。契丹王朝创造性的运用了一国两制的国策，促进了中国北方经济的融合发展，使塞北成为东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中心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契丹就是中国的代名词。 甚至有少数国家沿用这个称呼直到今天。然而，这个在塞北草原上纵横驰骋了两百多年的民族，在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之后，却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。那么，契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？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历史的印记呢？ 历史高级教师袁腾飞为您带来大型历史系列节目《腾飞五千年》，塞北三朝之辽。敬请关注第一集《契丹八部》。这个杨家将的故事啊，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，像这里边什么杨老令公啊、杨延昭、杨宗保、穆桂英、七郎八虎、佘太君、百算与挂帅啊，这个家喻户晓。 那么这个杨家将呢，他主要是跟辽和西夏打仗啊。这个辽和西夏是什么人建立的？他们为什么要跟宋朝这个打仗啊？建立辽和西夏这些民族，在今天中国境内还存在不存在？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，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贡献啊？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。 讲座要谈的这些问题，首先呢，我们说这个辽辽啊是由契丹人建立的王朝，契丹的意思就是冰铁，很坚硬的铁，他们用这个呢来命名自己的民族，表示自己的这个民族的坚强强大啊，百折不挠。我们今天中国人呢了解的契丹民族。 可以讲是被妖魔化了的契丹民族，就是契丹民族他没掌握话语权，任人涂抹，是吧？我们一般了解这个契丹从什么地儿了解呢？比如说《杨家将》里边，是吧？一想起这个辽国人啊、呃，代表人物就是这个萧太后，那个没男的让女的去打仗去，很奸诈。那然后呃，《水浒传》是吧？被打得落花凉那个流水的契丹狼，主要不然就是金庸先生写的。 天龙八部，啊，契丹人怎么被我们大宋的江湖好汉们打得落花流水？总之，我们留一个印象就是，契丹民族野蛮残忍、不开化，而且呢十分不堪一击，都不用我们大宋官军上，就是江湖好汉们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啊？那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观念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呢？ 这个你看，今天俄语里边中国的发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契大爷，念跑就是你大爷啊，什么意思呢？音译过来就是契丹。俄国人是把中国这个读契丹啊，拉丁文、阿拉伯文，中国读音都发契丹这个音。契丹建立的辽，在极盛的时候，史籍记载它的版图东到大海，西抵流沙。 北于卢去河，南到白沟，幅员万里，对于中国北方的开发建设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。<noise> 我们知道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五十六民六个民族构成的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，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，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历史，啊。 所以我们讲呢，这个辽、西夏，还有后来女真建立的金，这三个少数民族王朝，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贡献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。虽然这五十六个民族中并没有契丹族，但是据专家考证，达斡尔族就是契丹人的后裔。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因此关于他们祖先的记忆只剩下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。那么，在这些传说故事中，契丹民族有着怎样的起源呢？关于这个契丹民族的起源啊，有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传说啊、嗯。中国东北有两条大河，一条河呢叫土河。 今天这条河叫老哈河，还有一条河呢叫黄水。这条河今天叫做西拉木伦河，两条河交汇处就是契丹民族诞生的地方。根据这个《契丹国志》的记载啊，他们的祖先是天上的仙人，骑白马的仙人从天上下来，信马由江，沿着土河顺流而下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被人间的美景啊吸引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天宫的仙女耐不住天宫的寂寞啊，高处不胜寒嘛，想下凡看看人间什么样，就驾着一辆青牛车也下凡。白马青牛相会于这个土河黄水的交汇处啊，木叶山，良辰美景，草原上鲜花盛开。 馥郁芳香，河水波光潋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私定终身，结为夫妻，生了八个儿子啊！八个儿子往下繁衍，后来呢，就形成了契丹八部。这个人类历史上啊，大部分民族对于自己的起源，都有这么一种。 传说啊，口耳相传啊，历代相传，而且被这个民族所信奉。所以，这个契丹人呢，对于自己这个民族的起源——白马青牛相会于木叶山，啊，骑白马的仙人和乘牛车的仙女结合，繁衍下来，这个契丹民族对于这一点，契丹人深信不疑啊。不但深信不疑啊，而且呢，他们还在这个木叶山。 给白马仙人和青牛仙女啊立了始祖庙，尊这位白马仙人为骑手可汗啊，就是第一位可汗，然后把仙女呢称为可敦，可敦就是契丹语皇后的意思。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，包括后来的蒙古人都把皇后尊称为可敦，给骑手可汗和可敦建庙，香火不绝，尤其是以后。 每次契丹人要出兵打仗的时候，必然要用白马青牛祭祀自己的祖先啊，就是祭祀这个呃骑手可汗和可敦啊。在这个庙里，可汗和可敦并受烟火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至少在契丹人的这个观念当中，男仙女神地位是平等的啊，就是男女平等。 每一次都把这个可汗和可敦并列祭祀，而且要用白马青牛来祭祀他们。马和牛在六畜当中最珍贵，契丹人祭祀祖先杀白马青牛，可见礼节之隆重，可见他对祖先的崇拜，他对这个这个民族起源的传说深信不疑。 关于契丹民族的起源，至今在学术界还是存在有争议的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契丹人是匈奴人的后代；也有的学者认为，契丹人是鲜卑人的后裔。但是，无论契丹民族是如何起源的，契丹早期的历史都是以传说为主。那么，关于契丹民族的发展，还有哪些传说故事呢？ 根据这个《契丹国志》的记载，他早期的几位可汗是什么样呢？骑手可汗之后的这个可汗是一尊骷髅，平时啊在帐篷里躲着不见人。他是一尊骷髅，他怎么见人啊是吧？一出来把全族人给吓死了，不见人。族中如果要有大事需要他做主，怎么办呢？就斩白马青牛祭祀，你一祭祀，他就从帐幕里出来化成人形，安排族中大事。 等族中大事安排已毕，他就又恢复骷髅的形态，回到帐幕当中不见人，啊！结果呢，有一次这个这个部族当中有一个比较愣，有一个愣小子啊，是咱们的领袖，从来没见过真身的，是吧？整天跟帐篷里躲着，说我关心关心他去吧，我看看他长长什么样，是吧？老是万人集会，遥遥的看一眼也瞧不清楚，啊！我这么崇拜他，我偷偷看看。 所以就揭开了这个账目，我要去看看这个可汗。一揭开账目，这可汗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啊！因为他的真形被看到了啊，他是个骷髅。不知道这个这个青年人看到这个骷髅没有啊？反正这个可汗是消失了。所以这个骷髅可汗消失之后，继任的可汗长了一个野猪头，披着野猪皮，一年四季不见人，在帐篷里待着。那、啊、猪头猪皮，你有事儿？ 斩白马青牛，我就化成人形，完了事还回帐篷啊。结果有一次呢，他的妻子啊把这个猪皮给拿走了啊，也不知道他是要御寒呢、啊，还是要挡雨啊，或者怎么着给拿走，咱也不知道。猪皮一拿走，这可汗就消失了啊，又找不着了，无影无踪。所以猪头可汗消失之后，没有领导人不成啊，就又选出了一个可汗。这个领导人呢更有意思，吃羊可汗。 他养了二十只羊，每天吃十九只，好饭了呀，啊，吃十九只，留下一只。但是呢，他今天吃了十九只，留下一只，到明天就又变成了二十只啊。然后他再吃九十九只，留下一只，后天就又变成二十只，如此循环往复啊。这就是这个《契丹国志》里边对早期几位可汗的记载。史学家就开始研究了，啊。 古史传说呀，绝不是无稽之谈，是吧？可能那会儿的人，他这个对这个呃历史的认识是有限的，那不是无稽之谈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他认识自然、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，那所以这个神话传说实际上就是他对当时历史的记载，或者说对当时世界的认识。首先研究这位骷髅可汗，说明什么呢？ 当时契丹生产落后，生活原始，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，居无定所啊！人员这个大量死亡啊！契丹民族啊，对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啊，这个负极于胸啊！我们的祖先曾经那么惨，所以把他们的第一位可汗描绘成一个骷髅的形态。那么到这个第二位这个猪头可汗，说明什么呢？ 说明契丹民族的经济生活可能是以这个狩猎为主啊，就过渡到这个狩猎阶段了，会使用弓箭了。人类学会使用弓箭太了不起了啊，应该不亚于今天导弹的作用。在弓箭发明以前，原始先民出去打猎，绝大多数时候是是作为猎物啊，被野兽吃掉啊，而不是去打野兽。你说大象、老虎来了啊，你拿着石块去砸它去，这结果不难想象。 正是由于弓箭的发明啊，使人不用跟野兽肉搏了，能够在远距离消灭野兽，所以使得人类繁衍生息啊。契丹人学会了打猎，有野猪吃了，啊，这是这个猪头可汗的象征意义。到了吃羊可汗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契丹人有了畜牧业了，养羊吃啊。然后羊皮可以穿，羊毛可以纺织，有了畜牧业了。 一只羊怎么能变成二十只啊？不能那么快啊！今天一只，明天办成二十只，所以这就传说，正好印证了契丹民族一步一步早期发展的脚印。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没有史籍记载嘛，就都是这个这个传说口口相传。契丹民族早期没有文字，当时的历史只能口口相传。 直到公元九世纪，契丹人建立起了辽国之后，才参照汉字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。因此，在辽建立之前，契丹的历史只能从同时期中原王朝的史籍中去寻觅。那么，早期契丹民族和中原王朝有着怎样的渊源呢？这个民族建于中国正史记载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。 说契丹啊，分成八部，互不同属，互相攻伐啊。有的时候合成一股劲儿去骚扰中原民族。他骚扰了谁呢？就是南北朝的这个这个北齐啊，北朝的北齐，惹恼了北齐皇帝啊。因为那会儿北齐刚刚建国，正好要杀人立威。你不揣冒昧的送上来了野蛮民族，你敢骚扰我？所以北齐文宣帝率大军出征，差点儿就把契丹民族消灭。说是杀死俘获了十多万人。 这个民族险遭灭族之灾，契丹吓坏了，奉表称臣进贡，归附于北齐。隋朝建立后，又归附于隋朝。隋朝末年，炀帝无道，天下大乱，诸侯并起，逐鹿中原。对于这个北方民族，隋王朝鞭长莫及啊。这个时候，北方蒙古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，叫突厥。这个民族征服了高原上的各部。 所以契丹在这个时候就这个归附于突厥，而且呢是这个全族进入到流散时期啊，分成这个三部啊，某地儿一万户，某地儿四千户，还有某地儿五千户，分散出去了。隋王朝也顾不上这个契丹，直到李唐王朝建立。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啊，唐朝很强大嘛，就封这个契丹的首领啊。 为唐朝松漠都督府都督，而且皇上那个很大度，以宗室女嫁给松漠都督府的都督啊。这个汉族王朝特别爱干这事儿啊，跟少数民族和亲啊，把公主嫁过去。当然不见得真的是皇帝的女儿，一般就是诸侯王的女儿，甚至有可能是宫女儿。你像王昭君就是宫女儿嘛，跟当地部落结成生旧之国，你世世代代是我外甥啊。然后封他们为郡王，赐之国姓。 当时的契丹贵族就都姓李了啊，就李唐皇室的成员了啊，跟李唐皇室的关系很好。后来呢，到了武则天时代出事了，武则天的地位啊来的不正，而且他又改了国号了啊，国号不是唐是周啊，皇帝姓武的不姓李。契丹贵族觉得啊，我效忠的是唐朝，我今天的地位啊，松墨都督府都督、郡王啊、驸马。 这都是唐朝皇帝给我的，跟你姓武的没关系。我忠于唐朝皇室是义务，忠于你武州是客情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。你要是比唐朝皇室对我还还好，那咱没得说，啊。但是你但分有点不够意思。你要不够意思，我就更不够意思，啊。因为他们是很实在、很朴实的民族嘛，啊？结果呢，这个。 果然，那个五五五州不够意思啊！五州怎么不够意思呢？就是当时五州政权的幽州刺史暴虐无道，沉溺于酒色，对契丹人横征暴敛，而且傲慢无礼啊！所以契丹贵族往一块儿一凑，怎么办？反他娘的吧！啊，咱本来就跟他没什么义务，啊，现在草原上闹灾，是吧？草场受到威胁，咱不抢怎么活了？反了吧！ 契丹人这一反，武则天大怒，跟那个北齐怒的理由是一样的啊！我刚刚建国，我武周代替了李唐啊，正想找个人砍两刀出出气、树树威是吧？结果你送上门来了啊！太好了，这个武则天调集大军征讨契丹。契丹毕竟是游牧民族嘛，当时还在原始部落阶段，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啊！但是呢。 在这个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两件对契丹民族啊，对这个李唐影响都很大的事儿出现。一件事儿呢，就是契丹的首领啊正式自称可汗了，对、啊、吧？可以看作是契丹国家的雏形建立。啊，原来是部落联盟的酋长，啊，现在正式自称可汗，啊，接过了这个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军长的称号。第二件事儿呢，对李唐王朝影响大。 这个契丹人造反的时候，也打出了旗号，说要求这个呃庐陵王复位啊，要求武则天把皇位还给庐陵王。庐陵王就是武则天的儿子中宗李显。这个时候，契丹人提出的口号要求归正庐陵王，所以后来武则天驾崩的时候，召还庐陵王继位啊，这就是中宗。 中宗后来传位给弟弟睿宗啊，就是这个这个也不是传的啊，反正他弟弟继位了，就是睿宗啊，呃，就是也是武则天的儿子。然后这个睿宗传给自己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玄宗。在唐玄宗时代，发生了一件对契丹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儿啊，因为在中国北方出了这么一位人物啊，敲响唐王朝丧钟，让唐朝一脚进棺材的人物。 谁呢？安禄山。安禄山这个谋划了安史之乱的乱臣贼子，最初是凭借着溜须拍马和谎报边功，一步步坐上高位的。而安禄山的边功，大多是在对契丹的战争中取得的。那么，在安史之乱期间，契丹民族经历了怎样的劫难呢？安禄山经常干的事儿，就是杀粮冒功，杀契丹百姓，冒充契丹军人。 啊，也有可能他杀了汉人，然后把头发梳成昆发送上去冒功。契丹人的发式啊，跟中原人不一样。中原人束发啊，男子满二十，女子满十五，头发不剃，束发盘起来啊，盘在脑顶，拿簪子一别。契丹人是昆发，啊，中间的都剃掉，一边一疙瘩，后边一疙瘩，三疙瘩，而且把这三疙瘩呢要梳成小辫儿垂下来，啊，这叫昆发。 一看这种发型，这就是契丹人，没错。当时在这个北方蒙古高原，突厥汗国已经瓦解了。那唐太宗、唐高宗的时候，几次出击突厥，突厥汗国瓦瓦解。安禄山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啊，如果他算英雄的话，啊，没有用武之地怎么办呢？就要打契丹人。我不打契丹人，我怎么建军功啊？不建军功，我怎么升官啊？这个，所以他就经常挑唆契丹跟中原王朝的关系。 啊，不能让你们友好，你友好了我，我没，我没，我没没法打你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隔三差五了搞个挑衅动作，捕杀契丹游牧民，对吧？要不然就开个宴会，那弄个鸿门宴，把契丹贵族请来，对吧？这个我对不起啊，前天我杀错人了，那我我给你道歉，请你喝酒啊。契丹人很朴实啊，傻乎乎的就来了，啊，傻乎乎的来，来了之后酒席宴上，安禄山伏兵四起，嘁了咔嚓就全杀了，脑袋送长安去了。 玄宗皇帝到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明皇了，年老昏庸。安禄山写奏报，他肯定是这个杀良冒功啊，他不能写说这个我把契丹人骗来喝酒，然后把他们杀了，他肯定不会这么写啊，他肯定写着契丹犯边呐，我军反击大获全胜，斩首万余，给您送来了。这么一来，契丹民族跟李唐王朝的仇就大了啊，安禄山给挑了。 啊，仇大了啊！契丹就背离了唐朝，投奔了回纥、韩国。但是很多契丹人啊，仍然这个内迁，迁到长城以南、中原内地。安禄山举兵造反的时候，平定安史之乱的两位中兴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，这个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啊，就是契丹贵族，因为他赐之国姓，所以这个。 李唐王朝呢，保住李唐一脉。契丹人做了很大贡献。契丹民族共分八部，有着“列则别部，战则同行”的习俗。而此时连年的战争，使得松散的部落联盟重新聚合在一起，为契丹民族的统一以及后来大辽建国奠定了基础。 而在此期间，契丹八部的联盟首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咱们讲啊，契丹分成八部，部落下面是氏族，部落上面还有部落联盟啊。这个契丹八部呢，要推举一个部落联盟长，这个部落联盟长就被称为可汗啊。那么这八部里边谁来担任部落联盟长呢？啊，就是这八部当中。 一个氏族的大赫氏，由大赫氏出任部落联盟长，那实际上就是可汗啊，只能由大赫氏这个出任。但是这个可汗不是世袭的，是有任期的，三年一改选啊，比今天美国总统任期还短一年啊，这就是原始军事民主制嘛。三年一改选，可以连选连任，但只能是大赫氏在这里边选，别的部落。 都是这个不能当选的，可是，在连年的战争当中，姚碾氏家族突然替代了大赫氏家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契丹啊，连年对外征战，会打仗的人在契丹部落当中的地位最高，谁武功盖世、英武绝伦，领着我们契丹民族争取到了这个生存空间。 这样的人呢，就最受这个契丹人尊重，啊，在这个呃契丹的这个部落里边啊，对于这些特别能打仗的人，后来呢，就有了一个专有的称呼啊，变成了契丹的一个官名，啊，一种官名叫夷离锦，夷离锦呢，在契丹当中的地位啊，仅次于可汗。可汗如果是领袖。 夷离锦就相当于契丹军队的总司令，啊，这个夷离锦握有兵权，可以随意废立可汗，啊，到了唐玄宗时代，契丹的一位这个夷离锦，他自己废立了好几任可汗，是吧？谁当可汗，他都觉得不称心，咋办呢？最后想了一招，啊。 我怎么样才能让立的这个可汗听我的话呢？啊，干脆把原来的老可汗家族废掉，大贺氏永远甭想再当可汗了。立一个原来没有资格当可汗的部族的人来做这个可汗，啊，来做这个可汗。那么就立了这个尧辇氏，啊，由尧辇氏家族的人出任可汗。尧辇氏原来没人当过可汗。 现在被夷里堇立了，那自然对这个夷里堇呢就比较恭敬，所以实际上表面上看，可汗是契丹最高领袖，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夷里堇啊，握有兵权的夷里堇，变了契丹真正意义上的可汗，这个可汗成了傀儡了，啊，契丹的领导阶层就发生了变化，啊，就发生了变化，啊。 那么这个咱们讲啊，说这个契丹背唐之后，归附回纥汗国啊。回纥汗国呢，在北方蒙古高原上存在了大概一百年啊。后来呢，由于这个天灾啊，加之外族的进攻，回纥汗国瓦解。这个回纥汗国瓦解之后，契丹人又转而投唐啊。唐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就很重视契丹人。 赐给契丹的部落联盟长，就是后来的可汗，一套仪仗啊，旗鼓啊，这个十二面旌旗是吧？直柄华盖、曲柄华盖，俨然中原天子的仪仗，赐给他这么一套是吧？所以在契丹啊，就是这个这个，谁拿到这些旗鼓，谁就是契丹的领袖，相当于咱们中原王朝的玉玺啊。那契丹那会儿没有文字嘛，他自然没有印，就拿到这个。 中原皇帝赐给的旗鼓，你就可以做可汗，啊。另外，这个这个时候的契丹呢，确立了一个新可汗登基的礼仪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凡柴礼。凡就是拿火烧的意思。每一位新可登基，要举行凡柴礼，大家面向东方，点燃柴捆儿，火光熊熊，向东方摇住啊。这个草原民族啊。 都有东向拜日的习惯，契丹人以东为上，凡是始建于辽代的寺庙一定坐西朝东啊，比如西山大觉寺，不会像汉地寺庙似的坐北朝南，啊，他有这个习俗，东向拜日。新汗继位登基要举行凡柴礼，举行了凡柴礼之后，部落的长老牵着他的马头，表示他是新可汗。 不管这个可汗是不是被推举的，只要你举行了反差礼，你就是可汗，大家就得承认他啊，大家就得承认他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契丹民族已经由部落联盟缓缓的向国家的组织形式过渡，直到一位契丹族的杰出领袖应运而生，啊，把他彻底由一个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国家。那么这个杰出领袖是谁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讲。 谢谢大家。